人不害人，鬼不吓人。人不吓鬼，鬼不害人。不管你相不相信，很多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子发生了。鬼话连篇将带你们进入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不管你用科学的方法，或者是灵学的角度，往往都比不上双眼来的真实。在我们中国，相传有着这么一位传奇人物钟馗，他的体型高大，他的相貌不扬，却是小鬼们的克星。你话虽如此，但是在南投的这个地方呢，却有一个老人整日受到了小鬼的骚扰。我说的钟馗专门治鬼，你说的老人却被小鬼来骚扰。没有错，之前只是轻微的骚扰，但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之后，这个骚扰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到底是这个老人的磁场不对，还是整个居住环境的使然，让他受到如此的骚扰呢？就让我们人道鬼神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异搜秘。位在南投的开元寺曾经香火鼎盛，并设有菜场收留无法供奉在家中的往生者。无奈一场大火烧毁了开元寺，烧毁了菜堂，也让众神诸佛和被收留的往生者顿失住所。大火后无处居留的孤魂野鬼和一直住在开元寺旁的独居老人李老先生互争地盘，究竟其中有何隐情？今天的灵异搜秘将为大家一揭鬼魅打人背后的真相。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南投水里乡，那在我身后的呢，这是开元寺。在民国82年的时候呢，它曾经被一场大火给烧掉了。那本来烧过之后是没有什么事情，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正常哦。但是呢，在一位这个独居老人李连旺先生的这个话中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住在这里发生过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被邻界的朋友欺负、被打，全身都是伤，而且呢，常常有一些重病缠身。他经过很多的媒体报道，还有一些民间的法师啊，来这边做一些超度的一些仪式之后，以为会没有事情，没想到事情更严重，而且有一些更夸张的事情发生在李先生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就特地请了谢元景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伊中殿吼，中殿大殿是观音佛祖，搁有其他的神像啊。有迄个所在，中殿，啊，伊这个神主牌也是火灵，另外，有迄个所在设设一个位，啊，一届，一日着着了，安尼。啊，问题是讲啊，是安怎火烧的？伊迄个点迄蜡烛挂掉的，啊，人困呢啊，倒了，哦，火烧伊啊，倒落人倒好起来。伊这个菜堂原早迄个老主持的孙啊，有一日为只个向阳走就好啊，只，讲好像菜堂无破刀，菜堂无破刀，啊，这过分也几过咯，尤其有过一届，三个咧啉烧酒，啊，那拢，起动起来。去呢？我讲，啊，恁有啥物苦情？杀来！我行为真歹啦。我叫杀来。啊，有一个就甲我讲，火烧菜堂，部分无人拜。讲无人拜去倒退。讲的吗？刚才在讲的吗？唔是，另外哎呀，好邪门哦！你看。讲你无人拜去倒退菜堂嘛？玉芳。一个青菜堂去倒地，啊！伊就讲玉芳唔收，有去，讲有去唔收，咱嘛有油车去拄得起，放，三个拢好好。最近中视来采访，啊，我还没去，去甲叫阿姨才讲，哎，内底嘛还佫有佛祖啊。讲啊，为了让佛祖感动，爱去家己倒来佛，佛过来我问入去看，啊有影，佛祖也安，我这个手也搁碰起来啊，烧到拢乌乌啊，边啊冒将军啊，有其他的神像去烧去安尼啦，落了转去，放影出来是安怎？去
唔知是啥物神圣，还是啥物佛教、道教，唔知啦。迄是到尾啊，即个我才了解，就是讲来甲遐个画符烧金纸，讲叫遐孤魂爱走啊，哦，安怎安怎呢？啊，佫甲迄老伙仔讲一句讲，你隔壁过迄间吼，迄间还一个唔走哦。一个八代来，找我出来去，佫拿刀去劈。啊，伊佫录影了后呢，来两抓，第二抓的是，原来带着师傅来，内底拢劈个安怎我唔知，但是劈劈的录影了，又甲讲，讲有影盖成。有一挂无真正经的物件伫遐啦，有一日就对啦。伊讲感觉人为后壁甲打一个，打一个讲，迄人穿上古讲遮一撮红红，伊即打就是安怎？我甲讲，不带要来录影，你大概配合一个吼、哦。你落街卖伤久啊，以前你街啊三兄弟我看，一只乌青啊，规拢乌青安只来着。我安尼乌车，伊讲走面红诶，伊讲唔得，今仔日做边安尼乌车。迄老伙仔意思讲，你要甲赶走，吼、哦，我颠倒害，我安尼哦，后壁甲搭一个，我即只安尼，走面红红，伊再落乌车。卖，你叫伊卖来，安尼啦。我们现在想请问这个县员景宪老师啊，就刚刚你听了我们这个王堂主啊说的那一番过程啊，整个事情的背景之后，你觉得说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对，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当然大家来这边超度是一个好意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就好像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今天花了钱，我买了一个房子，就搬进去就被火烧了之后，哎，就你不但没有来帮助我，反过来就要把我赶走，这种感觉一定是会非常的不愉快，所以难免他会有这种好像我们讲说反而。会让这个住在这里面呢，反而变得好像更不舒服这种情况。可是老师，如果像你这样讲，如果说这些民间的那些道士啊，这些法师，他们愿意主动来赞助、来帮忙去超度，可以让他变得更平安。可是没想到帮助之后反而更不好，会发生更多的事情。那要做什么样的处理会更好？就是说也不能超度，也不能帮忙，那怎么办？其实超度是可以哈，但是他不能够用强制驱赶的方式。如果强制驱离啊，你这个地方不好，这会影响到村民，所以你就要强制把它赶走，这样的方式可能就比较不好。最好的方式就像刚刚我们有听到说，哎，王林他其实他附过几个人身上，他都有讲到，就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去过某一些地方，可是那个地方不收，能透过也许透过大家愿意一起来操作他，然后一起把他送走，那么变他有方向有地方可以去的话，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说在这个地方继续游荡，变成王的孤魂野。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李老先生的好友王先生的脚步，一同去看看开元寺传说中阴阳交界的地点，以及传闻中被鬼打得四处是伤的李老先生。媒体大肆报道李老先生的故事后，引发各界想帮助李老先生，但似乎越帮越忙，反而让李老先生遭受更大的委屈，这是各界人士当初始料未及的吧。吼、哦，这经营无好行吼，规个拢是杂草丛生。对，拢杂草。阿伯是不是行过这条路入去，就是因讲迄阴阳之地？对。啊，等我，等我。下去吼。老师，我会怕怕。过来就是啊。那一种鸟啊声是婴儿的声音啊。鸟啊。哎，好多蜘蛛哦，蜘蛛网。遮呢？遮是毋以前有人住？遮无人住，都已经废弃啊，就对了。无错，无错。这塔就是以前的开元寺。哪一栋？这个所在，就是这个草。哦，中间。对。哦，那一大片就是以前的开元寺。开元寺。哦，啊，不过那也拢无看到，因公不是各有一些残留下来的一些什么神像什么？还在里面。哦，然后刚好只剩两户，就刚好在开元寺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嗯，右边。哦，阿姨的李伯伯住在哪里？你跟他讲，你讲，我去找。
无伫个哦，我们去看一下。这都一大个所在了，老师，赶快来，我怕不怕？有你看，老树头就是啊，树头就是比无伫个啦。不是。阿姨，伊遐晚，伊会带去带。你也在的，去接咯。没关系，他如果说北北不在的话呢，我们先到里面晃一圈。这里就是废弃许久的开元寺入口，谢老师似乎有惊人的发现，让我们来听听看。像我们刚才一进来就发现就在前面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脸蛮瘦长的，而且那脸色比较苍白哦。那不过基本上来说，她刚才大概是知道我们要来这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等我们。那我们现在先用科学，我们先用仪器来实验看看哈。那这指出来它的位置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指的地方？就我刚才跟你讲在我们的正前方。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探测器往前指。刚好这边指过去的方向啊，就是我们刚才要出入口的那个位置刚好就是出入口的位置。然后他个子其实还算蛮高的哦，那应该他是知道我们就是今天要过来拍他，所以他人就是已经站在门口这边等。他也希望说我们这一次来能够正式，就是说真的能够帮到他的忙。我们也就是可能跟他讲，就是说可能他们也有准备，就是有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超度的仪式，能够来帮助他。所以他其实现在已经在这个门口在等我们一起进去。是否真如谢老师所说，有位女子正在等待我们呢？可是没有人带我们这样进去，会不会很危险？没关系啊，我们边走边跟他沟通喽。老师，那你走前面。唯一一条往开元寺的小径，因为人烟稀少而被杂草所淹没。由此可见，此处平常是鲜少会有人群活动。除了独居在此的李老先生外，也难怪鬼魅会仗着势力庞大，明目张胆地欺负起人来了。就蛮恐怖，你刚才说看到一个女生，然后现在又要进去看。对啊。你说她刚刚就站这边，对不对？对，就站在这边。对不起，我打扰一下。不是。不会怕了。可不可以不要进去？其实你看这边都好像古迹，有没有？对啊，好几十年的历史。我想他之前那个草没有用开的时候，里面一定更阴森。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又是怎么样？李贝贝，你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李贝贝人并没有出去，在里面睡觉？那我们现在过去还是继续看？好。好啊。老师，那我们就先过去，待会请他直接带我们来看就好。拍摄啦，我来看我给你交流，要给你采访一下。差不多给我十分钟好不好？给你小问一下话就会使。阿伯，我来你借问一下吼，听讲你进前有别间电视台来给你采访着，采访一下怎？敢你又无代无志，敢去予人无形的拍，是安怎？迄是啥物情形？敢会使甲阮讲者？我嘛唔知啊。我洗下落，就即要起来洗身躯，则看到看到一个形象一段，一撮乌。哎呀，哎真的。变红的啦，迄阵啊是红的，即变乌的啊。种看者，这真的好像被人家。拳头有没有打到？老师，你让我们看一下。他真的是像人家所谓的那种无形的打到还是什么？老师，你说一下你看的感觉，你看法怎样？那应该是那个邻居朋友可能有一个警告的意味，是希望说他可能不要讲太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嘿，阿伯，我感觉就奇怪呢，你明明都莫名其妙去往拍架安尼，你讲足固执的，你讲认为讲迄毋是无形的拍，毋是啊，哪会啥物我无形？我蛮无感觉啊。你伫遮敢带你一个人尔，无带另外一个人啊？无啊。无你敢你家己拍？我嘛毋知，就天光西阳牛才看到，我嘛毋知讲会会乌乌，一只手吼像这站面才起来一撮。你听听。好啊。你听听。我再提起来就乌乌啊。你定用拍到安尼，你哪会无想要讲搬厝，卖住在遮？哎，法主就叫我讲搬啊！我这拍卖人要搬去哪？
啊，我呢去讲要讲做厝诶，但即卖上少无嘛，啊，就爱一个月爱5000块，但有当做。哦，就是说，就是说还款你无迄个经济能力，无法度搬厝啊。啊，即马暂时哦，阮请老师先甲你做一点啊，吼，比如讲修修的啊，加持一下，互你规个人较快活，啊，莫常常困拢去用拍甲迷迷茫茫，好无？好来，老师那就。嘛无感觉啊。你安尼常常用拍嘛唔是办法啦，对不？来，不用啊。希望经由谢老师的加持，以及和此处邻界朋友的沟通，能够让李老先生的情况加以改善，不再受到莫名的骚扰。开元寺中有何秘密存在？广告之后为你揭开。真啊是看我捌看诶，捌看到你看到啥？讲者话紧，讲者话紧。嘿，你有看迄影不是安尼？对遐过。对你，即间庙寺门口。对我门口过安尼过过迄边，一个穿迄衫吼，底穿啊白诶，吼，啊一个穿一件衫破破，啊一个穿迄空衫空。三个啦，啊有当时一个过，当时两个，啊有当三个拢过啊。啊，你看过几届？我不是看，迄个主菩提遮大着，十无呀。你意思讲，进前迄主持搁伫个时阵，搁无发生这种代志啊？走了，都发生。主持的时阵吼，伫遮大啊，了，都迄个看不是看吼，当面我拢十无。7点外、8点，我伫遐看电视，就看电视过啊。迄是根本是人，敢有可能是人？是人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李波波啊，其实已经接受我们。刚刚他有语带保留，我们刚刚怎么问他都说没有发生什么事。那现在他知道我们是善意，并不是像人家在恶搞。有时你有发现对不对？他就开始愿意透露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是要过去看一下那个开元寺。好吧，我们去看一下大概的环境怎么样。阿飞，行。阿谢礼啊吼，老师你要不要？谢礼哦，谢礼哦。哦，加扣零，哎，谢礼。小心。哇，这边好有洞哦，小心小心，摄影师小心，在这边有个洞。阿飞，蛋瓦姐，哦，这楼就拍紧了。阿伯，你即马起来，这个所在就是静静的开元寺，对不？底头真正是哦，啊，你带我入去看好不？行。啊，唔是啊，遐就厝啊，遐就厝啊。我未讲，啊，我未讲，为这个就来了，呀。不是啦，我伫拄只弄到遮二万都无啊哩。恁拄啊是位遐，毋是遮，遮你也未来过啊。奇怪。无啦，你问你边间啦。我看不到哎，黑啊。现在呢，那个李波波啊，跟我们这个王堂主两个在争议，说到底那个开元寺他这个遗址在哪里了？其实我们也搞不清楚状况。等他们搞清楚状况，我想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看一下，那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应该就是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其实因为这边啊非常多的杂草，然后现在天气又很黑，所以
而且那个李伯伯本身眼睛有一眼好像失明嘛，所以他会变得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就带着我们四处乱找。可现在大概确定是在这个地方。哎，有什么声音？有狗叫声。爹爹，对啦，阿伯，就是这无唔对啦。因为我之前要来给你采访时阵啊吼，我都看到人讲诶，迄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迄神像高低的，对不？伊讲就是这啦，就是这尊无唔对啊。对。各位有没有看到？你看这个开元寺啊，纵使它整个都烧过，可是呢，这个神尊哦，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神尊依然好好的还在这里。九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开元寺，也烧毁了诸多神像和供奉的牌位。原本人界、神界、鬼界和平共存的景象不复存在。自身难保的诸神诸佛，似乎也顾及不到诚心供奉的平民老百姓。无处居留的孤魂野鬼，却和阳间李老先生共争居住之地。后虽有超度祈福法会，仍无法解决无处可去的孤魂野鬼。来帮忙的道士没有帮他们解决问题，反而要赶走他们。群鬼于是愤而攻击无法还击的李老先生，也难怪李老先生一开始会对来采访的外景队心生恐惧。各位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火烧后的开元寺哦，也算是一种这个打扰动作，对不对？老师，那你觉得我们这样打扰，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谢谢或是回馈的动作呢？因为本来我们预定是说要做一个五方地狱的这个所谓超度法，那但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就是准备要集结整个村呢 整个乡镇的这个力量，那么来做一个大型的一个超度活动。那因此呢，我们这一边呢就先只做一个这所谓的备针法，那至少在他这个所谓的正式超度之前，让他们能够在这边至少他过得比较好，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们至少也尽到我们的心意。那我也希望说，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访还有报道之后啊，有关单位能够更关心一些独居老人。那这个有钱的人呢，就出钱；有力的人就出力来帮助这些独居老人。那也希望说，经过这个当地人他们会做一些大型的法会之后，这件事情呢就此平息下来，不会再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对，好，老师，那我们现在就去做这个烧纸钱的动作。OK。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开始就？对，我们先做这个。可是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银色的是烧给好兄弟，对不对？对。可是据说这里有一些没有被请走的神啊，那就不用烧金色的给他们。其实不用，因为一般来说的话，神明的话，我们请他们就是直接可以请他们引渡回去，就给他们直接回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先就是烧给好兄弟。对。那因为这些好兄弟有一些，包括甚至包括他可能就是我们讲说哈，未婚然后的一些亡者，那这些因为没有人超度祭祀，那所以必须啊，变成说，要有一个祭祀他的地方。那当然现在连祭祀他的地方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尽我们的力量，就是至少做一些东西给他们，让他在这一段时间都能够过得比较好，就是有钱花用，比较不会出来闹，就对。对对对。哎，老师。这烧着烧着，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像刚刚你说那个站在门口那个女孩子啊，她还在不在？在啊。那她有没有过来收这些钱啊、金银之类的？基本上现在目前暂时她还不会，还没有，就是还过，还不会过先过来拿。那要等我们这个处理完以后，那由这个土地公以及这边啊当地请来的这个神明，那由他们就是请他们再去分给她。那老师，你除了看到那个女孩之外，你还有没有看到别的灵啊过来要抢分这个？基本上因为你只要有请，如果有请这个神明来做主的话，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外来的灵来抢。哦，他们就不可以这样子抢，就对。对。是否真如谢老师所说，这儿有许多的好兄弟在等待我们的来访？久居在此的李老先生清楚我们的来意后，终于敞开心房，希望借由谢老师人鬼两方正确的沟通，能够让好兄弟有一栖身之所。而李老先生可以继续居住在他唯一的房子里，不再遭受打扰，让这出越帮越忙的戏码能够正式落幕。相信每个人在出外游玩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拍上几张照片带回家去当作纪念。
而如果你拍到这个照片的画面是愉快的话，或许你可以留下来作为永恒的回忆。可是如果画面里头出现了一两个不该出现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也收到了观众的灵异照片，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到底画面的内容是如何呢？就让我们人道鬼神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异搜秘。照片中雾状环绕在委托人身旁的物体到底是什么呢？又是何种力量造成的呢？今天灵异搜秘将要带观众朋友重返照片中的现场，搜寻是否真有不寻常的磁场存在。节目当中除了 Amy 会亲自到现场同样拍下一张照片对照实验外，也请到谢老师和专业相片冲洗人员就他们的专业知识一同来解释分析今天的灵异照片。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很奇怪不可以解释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做什么处理呢？甚至你出外游玩的时候留下美丽的照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你的照片里面有发生哪些很奇怪的事情呢？今天灵异搜秘呢，艾小米娜的手上的这个照片呢，就是观众寄给我们的，说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观光胜地，那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这个美丽的照片，但是在照片当中却有一些无法解释而且很奇怪的现象，让这个小姐呢，她也不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委托我们的制作单位，希望来帮她印证一下，到底这个灵异照片它是不是灵异照片，也到底这个灵异照片对她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由于委托制作单位的人只说明这张照片是在中部一家知名游乐场所拍摄的，并未说明详细的拍摄地点，而该知名游乐场所占地广大，且相似的建筑物比比皆是， Amy 只能凭着一张照片慢慢寻找。是冥冥中的巧合吗？就在 Amy 寻找的当天，不知不觉的天空阴暗了起来，并开始下起小雨，委托人拍照的当天也是下着微微的雨丝。哇，我们坐的空中缆车好像是新的，因为还有那种好像刚坐完的那个感觉，新新的感觉，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很像是在马来西亚的云顶高原的缆车，对不对？没错，是很像，但是不是它在台湾。好，但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坐到这种缆车也是觉得蛮稀奇。我们下去寻找照片中的这个地点，但是其实看不太出来，而且这个观光胜地这么大哦，也不知道怎么找，所以就希望缆车能带我们去找。Amy 观察得如此仔细，究竟照片中的灵异现象在今天的搜寻中还会再发生一次吗？ Amy 的寻找过程是否会顺利平安呢？这是个危险的球，小的你要往哪边走？神明的感觉，哎，奇怪，在观光胜地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像那种神明的东西？而且还拍出，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拍的？不清楚。但是既然来到人家地方，还是要那个上个香，表示礼貌。石头，而且这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那个怎么讲，在那个杵可以弄的，在磨东西的东西。
这里是有那个柴火了，但是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不是这一间哎，哎，你们看一下，应该不是吧？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就是可以磨东西的那种，而且它头上还掉了一些东西，可是没有，它头上只有一个。不是，再到另外一间找。尽责的 Amy 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地点，努力寻找照片中的拍摄地点，到底是在哪里呢？不知道观众朋友发现了吗？此游乐场所位在山中，而且占地广大，建筑物多是自然建材，山野中多瘴疠之气。难道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所以才拍到灵异照片的吗？艾米一间间的比对，一间间的寻找，似乎还是找不到照片中的拍摄地点。已经忙了一天的艾米仍一无所获，看来今天并不是顺利的一天。找了这么久，而且腿也很酸了，当然要补充一下粮食，要开饭了，是这边很有特色的饭。吃完饭之后，还要继续努力的找我们今天的就是灵异照片里面的那个房子，因为很难找。先吃饭。不是刚刚有。其实我们刚刚有找到一个很类似的这个，跟这照片中很像的。但是只是说它里面的布景是不太一样，但是外面屋子的感觉好像蛮像的。我们已经找了七八间了，都找不到了。其实这应该在最下面，再下去一点就快到了。你说我们刚从上面，对啊，最下面那边走，对啊，要走到应该在最下面，因为你上面的都是一些石屋啊，然后一些比较大板的木板啊，它这后面是比较细、比较小条的。反正就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找那种石头的屋子。跟我刚刚好像，等一下那边我好像有看到一间，还是那里有看到一间，就有点像这样子的。反正石头屋就不用找了，然后那种比较粗板的那种木板就不用找了。那我们就专攻那种细条的那种竹子的屋子。好啊，好，怎么那么大啊？找都找不到。那请问一下哈，它这个上面啊，就是我刚刚有听有一个人讲，他说这个屋顶是木头的，对，应该是属于哪一区的？三四村都有。啊，这边村，这边这附近都有。好，那我们就往那边找找看好了，谢谢。所以应该是这边没错。这有个床不是不对，这个啊，我们刚刚找这个屋子啊，找很久，可是不知道说在哪里，你看一下好不好？麻烦你告诉我们一下，因为你应该比较清楚。这是塞夏族的房子，这是塞夏族的房子，对。那塞夏族应该
在下组我们在，因为要让歌迷们比较方便参观所有整个村，就是整个族群这样的路顺下的走路，所以它整个都改建了。阿美族改在上面，塞夏族在泰雅族的下方，所以那个你照片上面的这个塞夏族，它本来是在旧二村那边，旧四村，就是早期还没改建的时候，因为要方便游客下来顺下来欣赏，所以他把这个塞夏族拆掉，这栋房子已经没有了，已经拆掉了。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屋子竟然已经拆掉了，今天真的很不顺利。艾米有可能完成今天的任务吗？拆掉那最新的那个塞夏族的那个房子就不是这样子啊，它不是这样，可是它还是用竹子做的跟木头。那你知不知道这原本哦，就是这个房子的塞夏族这个地方有建筑物吗？有建筑物。是哪一组的？现在就是说之前没有，你说之前现在它是空的，拆掉了是空地啊？是空地啊？对，是空地。那有标示物？有标示。里面现在要过去看吗？对。有标示，你们要走的话可以走那个另外一头的人那个车道哦，然后呢走过去就是了。各位观众朋友，艾小明要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因为我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最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手里拿的这个灵异照片呢，这个里面的屋子已经被拆掉了。那刚刚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是要走到这个地方，也是这一块空地，因为当初呢塞夏族的这个房子都是建造在这里的，他们现在已经把它夷为平地了，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得到这边呢已经有很多新的东西准备要陈设上去，只是还没有。而且你看那块，另外就是在这附近的这一块地啊，那边有好多的那种砂石车啊，还有那种挖土机怪手都在那边做一个改建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找一个角落来拍照，这样子我想应该也算是可以完全的完成我们的任务，虽然说真的找不到屋子，但是地一样嘛，所以我们赶快找一个地方来拍照。原来照片中的拍摄地点是在一间属于塞夏族的屋子里，这栋建筑物已经在去年园方整建时拆除了，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制作单位也只能束手无策。老板，你好。那个有一个事情想要请问一下哦，你看我这张这个照片啊，它上面哦，在它的这个女生的旁边呢、啊，有一些那种火光的感觉。这个东西啊，你觉得是它是怎么样子？是这个照片本身有问题吗？就是说那个底片啊或者什么的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你说底片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它是摄影机，就是照相机上面的问题。这个冲洗也没有问题，底片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有人家在讲有一个灵异事件那种，有那种关系的。哦，你说可能拍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对对对对对。那有没有可能是说，用合成的？合成做起来也是会有了，可是没有这么逼真。就是说，其实合成的做起来其实看得出来。对。而且他拿底片呢到两三家去洗，还是洗出这种感觉。对，一样，因为你底已经照了，就是这个定那个底片就定型了，就是本身就已经照的时候就在底片、就在底片已经定型了，你在几十家洗出来还是一模一样。他会不会是因为底片的关系还是相机的关系？他说老板说没有啊，没有，都没有，不会，因为他这个关系整个是那个灵异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寺庙有没有，在照相的时候他有一道白光，那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底片，也不是冲洗的问题，不是，那不是。那如果说要做的话做得出来吗？这样子的感觉，如果要做这样的感觉，做合成这样，对，就是用你的专业那种角度来做的话，做得出来吗？不会很像啊，不会很像，不会很像，不会很像。你就说这个形成太自然了，对对对对。那你可以最后评论一下，说这张照片，最后评论一下这张照片的会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大概是？它是什么原因？对，大概是什么原因？这个怎么？
说这张照片，最后评论一下这张照片的会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大概是，它是什么原因？对，大概是什么原因？这个怎么？对啊，这个像庙的那个拍照一样，一道白光啊，哦，或者怎么样？他说，所以庙不是庙的人就讲，不是人的造化，而是在动作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其实这个本身也没有问题，然后相机也没有问题，底片也没有问题。对对对。就以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器材啊，各方面都是都没问题，冲洗也没有问题，冲洗也没问题。好，我知道了。好，谢谢老板，谢谢。好，我们刚刚已经到那个就是专业的照相馆里面去问过了，那个就是老板，那个冲洗的老板，那他是很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说，这张照片呢，本身照片也没有问题，底片也没有问题，甚至于拍摄的相机他也很肯定没有问题。那他是就是很奇怪，就他自己讲说啊，这可能就像去庙里面啊拍，然后有拍到一道白光的那样子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大概有可能是什么灵异事件，他说是应该是什么灵异事件，他也搞不太清楚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如果说是合成的话，不可能像照片这么样就合成的这么自然，所以我们蛮确定说它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照片。那我们一样是要到现场，然后同时也要问老师。我们现在手边这一张灵异照片呢，基本上来说的话，在灵界啊，这个所谓的灵学照片里头的认定里头，认为呢它是一种灵火的一个现象。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种火呢叫做爱斯基摩火哈、啊，那在外国来说，它常可能出现在比如说啊这个衣服啦啊，出现在灯塔啦，甚至在出现在人的身上。那但是这种爱斯基摩火呢，基本上来说它会出现这个好像出现明显的这个火光，但是呢它也有。基本上对这个本身物体来说，它又不会产生燃烧或伤害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一张，可能我们讲说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应该他们的祖先里头啊，都是比较具有强烈的一个念力的一个啊，这种属于灵火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灵火，它能量非常的强，而且数量非常的多。所以它最主要是它本身灵火出现的这个能量呢都非常的集中而且有力量。那相信呢这个只是我们讲说这个所谓的灵异照片里头之中属于一个灵火的一个现象。对于拍摄到这个照片的人呢，基本上不需要太担心。应该来说的话，在你的民俗里头认为说镇定在你的前世里头，可能跟这些这个随着这个区域里头的这个出现灵火的这些亡灵呢，可能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的血脉上面的一个相近的这种情形，所以呢才会在你拍摄到照片里头出现这个所谓的灵活现象。出外游玩拍照留念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如果您所拍到的照片有些异样，您可以和制作单位联络，制作单位会为大家解开疑团。观众朋友，从照片中您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现象了吗？这名委托者的周围围绕着不少疑似灯光雾状的形体，像是什么呢？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没有可能是人工作假呢？有没有可能就是灵异照片呢？由科学的角度来看，充满经验的冲洗行老板不认为是底片的问题，有可能是合成的吗？请观众再仔细看一次，老板也认为若是合成的照片，以现在的技术来说是不可能做得如此自然。那么是暗房的特殊处理吗？老板还是认为在暗房是不可能做出这样光亮的效果。而委托人曾将这张照片拿到不同冲洗店冲洗，都洗出相同情况的照片，那应该是如何形成的呢？20年冲洗经验的老板大胆假设，这应该就是一张灵异照片。从谢老师的角度来看，这一团团雾状的物体是属于灵火，有可能这个家族中有灵力较强的家族灵存在，经由磁场念力而引出这灵火。幸好这灵火是好的，可以保护照片中的委托人，委托人可以不用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观众朋友，请你再仔细看一次，您认为这是一张怎么样的照片呢？请您仔细观察委托者周围围绕着的疑似雾状的形体，就您的观点，您认为这是什么呢？
独居的老人受到小鬼的骚扰，或许只是一个个案，但是灵界和我们并存在同一个空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信只要阴阳两界彼此相互尊重，大家一定能够相安无事。而我们今天探索的灵异照片呢，虽然照片中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也请教过了我们的灵学老师，他说对于这个当事者呢并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张灵异照片并不代表其他的灵异照片就没有负面的影响哦。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提供你们有类似的灵异照片，或者是有奇怪的现象发生在你周围的时候，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奇人异事，让我们一起奇闻共欣赏。哎呀，哎，真的，那个变红的啦，那阵啊变红的，正变乌的啊。哎，中看者，中看者，哎，这真的好像被人家拳头有没有打到？老师，你帮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像人家所谓的那种无形的、无形的打到还是什么？会像吗？你说底片没有问题，对，那它是摄影机，就是照相机上面的问题。这个冲洗也没有问题，底片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有人家在讲有一个灵异事件那种，有那种关系的。哦，你说可能拍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对对对对对。那有没有可能是说，用合成的？合成做起来。也是会有了，可是没有这么逼真的。就是说，其实合成的做起来，其实看得出来的。对。